要讲这边可以讲话吗？要干扰外面吗？之前就是学长。
那个主席开会了。主席，程序问题，是否可以开始开会？签到人数已足。在走程序问题，程序，这是程序。九点整，什么时间做什么代志？谢谢哦，你是长辈哈，感谢。长辈不要这样子哈。不 ，OK， 九点整了，我们签到人数是否已充分？主席，怎么可能？唔通哦，长辈。报告联席委员会，出席委员25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会哈，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送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李进勇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请同意案，宣读完毕。好，有程序发言吗？那不是啊，那要来登记啊。尊重一下我的权利，不要把那拿走，尊重我的权利哦。没有这样子的哦。照要来这边哦。不是，一切照规定来。好，我们程序发言哈，要发言的大家来登记，我们3分钟之后截止登记。
好，我们登记哦，程序发言的时间已到哈、哦。那我们现在哈、哦，征求征嘿，怎样，黄委员？不，来，好，我征求我们在场的所有的委员哈、哦，那没有了，时间已经截止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怎么那么快的、啊？我们刚刚三分钟、那個、真的时间都截止了。进来啊！刚没有让我进来啊，堵不进来，媒体堵在中间，怎么进来？从那边进来。不是啦，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啦。没有，不能这样，让我站主席啊！没有三分钟的啦，刚刚堵在。刚刚都讲了。根本挤不进来啊，媒体没有让我们进来。宣布的时候也没有。宣布也没移啦，啊，时间已经结束了。可以。对不对？他有宣布说三分钟嘛，有异议就讲就好啊，有异议就讲嘛，那时候就没有讲啊。这不是登记发，登记发言在那边你还可以登记，这是程序的，是两件事。会议询问啊，会到会议询问。你们没有做会议询问，会议询问。这是程序，你要发言是在那边。外委会也要会议询问啊。哈，会议询问，会议询问。啊，你可以会议询问的、啊、都可以啊，我都接受。这个是程序发言。你懂吗？这是程序发言，你要登记的是在那边。不是啊，那个是进来发言。对，那个可以登记啊，这个已经截止了。没有那么快的啦。有啦，很久，现在已经9:08了，刚。这是主席的权责啦。这个已经，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啦。还没说，没有说会议询问截止啊。他刚有宣告了。登记发言是那边。不能有发言啦，知道。好，那个。没有这么霸道。征求哈、哦，我们。这么大的会议，故意这样子。哎。你的发言都可以登记，这是程序发言，我们说清楚。你的发言你还是可以登记的。民进党堂堂，没有，你在怕什么？也不怕，你可以去登记发言，这个是程序，时间已过哈。程序发言已经程序已过了。程序已过。好，我征求在场的。民进党在怕什么？征求在场的委员哈。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开始程序发言哦。我们每个委员要几分钟？两分钟或三分钟？20分钟。那就对了。可以举手会议。20分钟。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程序发言哈，每个人三分钟。我们请第一位沈智慧委员。我们第一位沈智慧委员。沈智慧委员，嘿，那边啊吗？遐啦，遐啦，来，嘿。今天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民进党提名一个已经是资深党员的一个候选人来担任我们的中选会主委。待会如果今天有顺利开会的时候，我还有劲爆的资料，你们就会知道。我看到有一些民进党立法委员想要护持李进勇，你到时候会满脸都是豆花，你会满脸都豆花，有违民进党的当年所说的司法要独立，有违当年民进党说要改革。但是现在你们还不知道，我也先暂时不说。我要告诉你们，提名李进勇是个错误，他一定会在2020年1月11日，以他过去的不良记录，一定会把我们中华民国的第十任总统选举、第十任立法委员选举搞乱了。我要告诉大家，李进勇是非常的不适格。除了他是民进党的资深党员，会党国不分之外，最重要，他有非常严重的道德瑕疵。在这里，我再次的告诉大家，李进勇不适格，最好他自己不要接受这个职务，最好苏贞昌院长退回李进勇，否则会很难堪。为他背书的所有的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你们将在历史上，在中华民国司法历史上，在中华民国的
中选会的主任委员的历史上遴选上，你们会蒙羞。所以我在这里先预先警告，你们不用护航，到时候你们会觉得护航李进友是非常可耻的，非常可耻的。苏贞昌院长也会知道，你提名李进友是错误的，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不诚信的人，一个资深的民进党党员，还有另外一个还未公布的瑕疵，一个违劣的事迹，会使全国的司法人员、全国司法人员蒙羞，会使民进党长期追求的自由民主、司法独立会蒙羞。在这里严重警告你，最好李进勇不要进入立法院的内政司法委员会的联席审查，否则你将会很难看的离开立法院。最好你不要进行审查，否则苏贞昌院长，你会发现你提错人了，司法蒙羞。好，我们下一位林立常委员。林立常委员。好，我们谈到中选会的那个主任委员，其实他是一个超然独立的一个机关，他应该是一个中立的人来担任，因为我们中选会呢要负责非常重大的一个工作，包含我们的整个选举制度，还有罢免，还有公投，还有规划我们整个区域跟选举，不管是我们的总统还是立委。但我们现在要提名一位在2002年担任过民进党的副秘书长，而且在这些年来一直都担任民进党的重要党职，还是由民进党提名为候选人，也担任过民进党提名的参选县长，也担任过县长，而且他要接任中选会提名之前才去注销他的党籍，不要忘记他只是注销不执行党务工作而已，不是没有政党色彩的，他是一个政党色彩非常鲜明，非常鲜明，鲜明到我们觉得他可以中立吗？这是我们民主的价值吗？你们民进党当时创党所喊的民主如何够破去了吗？你们的民主在哪里啊？你们民进党的民主现在都是假的，你们民进党的人权现在也是假的，你们只有你们的权利，你们的金钱才是真的，你们的位置才是真的，通通都是假的，有选票你才是真的，百姓对你来说只有利用的价值而已，百姓对你来说没意义，你们喊的民族价值只是拿来骗选票用的，你们喊的民族价值，你们喊的人权只用来拿到你们的政权用的。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的副秘书长啊，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李进勇，现在又要担任一个超然独立的机关，我们的中选会的主委，你觉得全民可以接受吗？我们的国家未来会变成怎样啊？如果未来每个政党都这样，我们的国家还继续喊说你是亚洲国家最民主的吗？如果这一次通过了，你们民进党所喊的民主价值大力投卡了，蒙白已经抬下去了啦，够薄去了啊，大力投卡。所以呢，摸你们的心瓜小块买，你们当时喊的民主价值是什么？你们当时喊的立党的民主价值是什么？一票一票的，当时投给你们民进党支持民主价值的是什么？你们现在提了一个是民进党长期代表民进党来参选，而且在2002年担任过民进党的
吗？这样子的人，他只是注销他的党籍哦，他还舍不得离开民进党哦。这样的人来担任我们中华民国的中检会主委啊，全国的百姓，你们同意吗？他们所制定的制度，你们同意吗？他们所制定的公平，你认为公平吗？他们所制定的民主价值，你觉得这个民主真的有价值吗？这个民主是我们中华民国引以为傲，在全世界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价值。如果你们这次通过，请你不要再说你是一个民主立党了，你们只是一个权力立党而已，你们只是一个金钱立党而已，你们只是一个为了钱而立党而已。那么多人可以选，那么多专家学者可以选，你们既然选了一个你们非常党性非常鲜明的李进勇来当你们的中选会主委，那就是民进党的中选会主委，是中华民国的中选会主委吗？是吗？这是我们中华民国要的民主价值吗？不是。我相信很多百姓心里面非常清楚，2020用你的选票来告诉民进党，就算你现在人数多数，你可以通过2020，就让他在野，而且在野得很惨，就让他继续未来要在重返执政的时候找不到一个价值，自己的价值已经迷失了，中华民国的价值因为你们这样也已经丢掉了，我们所认知的价值，我们所以为傲的价值也没了。那一旦没了，你们，我希望说大家要三思啊！中华民国，还有你们当时你们民进党喊的民主价值，口口声声说的民主价值在哪里？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提了李进勇，难道你觉得这是公平的吗？难道你觉得这是对得起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吗？是这样吗？你自己扪心过血或没？就算你现在配合党去投了这个同意票，你摸看看，你是不是也是共谋毁灭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的共谋？就算你现在被蒙蔽了，有一天你离开这个国会殿堂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天，你要记得你投票那一天，你就是参与毁灭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的一份子。所以呢，我认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如果大家还有良知的话，可不可以把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再找回来？可不可以找回你的？我认为说啊，为着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我可以这边继续讲，继续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而捍卫。那个林委员，那继续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而努力。还可以质询啊？那我看柯志恩委员都在等了，我们是不是让柯志恩委员？因为哈。我觉得说赵伟也尊重民主价值，所以他没有阻止我，我就继续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而发言。柯委员已经在等了，柯委员已经站起来在等了，柯委员已经在等了。嗯，我们议事规则还是要照走啊，我都哈照程序来，但是大家也哈互相尊重一下。好，我尊重主席，可是我在这边再提醒一下。再给你三十秒好不好？好，中华民国的民主价值，拜托大家谨记在心啊，要创造一个民主价值，走到今天2019年已经不简单啦。你在你那一票投下去通过之后，他就毁灭了，回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民主价值要在架构上来，是一个很遥远的道路啊。好，谢谢，我们请柯志恩委员。好，我想呢，我今天要在这边回忆起帮民进党的人，因为他们自从执政之后，每个都患了失忆症。我要帮大家回顾过去的历史，在2010年的时候，11月，马英九总统提名张博雅
他那时候还是个无党籍，提名他当中选会主委。那时候呢，民进党却是用张博雅是国民党的犯罪结构体之一，要求退回去这个人事案，而且全面的杯葛。张博雅那个时候是无党籍，可是呢，他们却可以冒上他跟国民党有牵连，所以要求退回。不打紧，2014年的时候呢，提名张求霖当这个所谓的委员而已。民进党当初就以张求霖曾经登记要来参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告诉大家，张求霖具有国民党政党的倾向，所以要求退回。那时候呢，陈其迈委员还大力的抨击，只要跟国民党有任何的关联，有任何的倾向，即使你是无党籍，都应该无条件的退回。民进党当初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看待中选会主委这样的角色，宣称这是民主进步党所一向坚守的民主、自由、公正、公平的价值。无党籍，你都用这样的标准。那现在呢？李进勇委员，他在九合一大选完之后呢，就宣布他要结束他的政治的生命，他从此要在他所热爱的云林土地当中呢，结束他的生命，政治生命。那时候我们还给他很好的一个掌声，认为他这个败选宣言讲得非常的好。结果呢，曾几何时，当民进党以中选会主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来邀请他的时候呢，他欣然的接受。我们不用讲太多，因为呢，所谓的民主价值，说实在的，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呢，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只是透过过去的历史，提醒各位民进党的委员，你们当初是如何来接手你们所认为中选会是应该独立的一个机关。现在呢，行政院的二级、三级，除了非安委员会，除了公平委员会，剩下的党产会，剩下的所有所谓的独立的机关，全部一一都不独立的。转型正义不正义，独立机关不独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组织结构？不用谈太多，我们只要把你们过去的标准放到今天来做检视，两家对照，你就请你民进党坚守你过去2010年你全体来对抗，同样是站在这样子内政委员会的舞台上面，拿出你们的牌子来告诉我们，无党籍只是因为他倾向一点你们所认知的国民党，你就认为就完全丧失中选会主委的资格，只不过是有一个人曾经登记要当选，要承担要中央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们就认为他不适格。请民进党尊重你们过去前辈，在2010年，现在不过是2019，9年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们如此的丧失你们的记忆吗？不要讲太多，拿出同样的标准，拿出同样的规格，在同一个场地拿出同样的纸牌来告诉我们，你们过去所坚守的独立公正到底在哪里？无党籍你们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一个民进党籍你们就可以接受？请告诉我们你们的标准在哪里，否则我们当然大力说独立机关不独立，转型正义不正义，这就是民进党目前为止所带给我们的所谓你们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你们能够接受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的话，那请大家好好的对于李进勇是否该退回去做出一个最明确的决定。好，我们请陈义杰委员。去年九合一的公投榜大选，我想大家都记得很清清楚楚。台湾见识到了一位不愿意办好选务，只想当选举打手的中选会主委哦。我觉得这个的现象，整个选举乱象是如何糟蹋民主，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如何扰民的哦？那如今在这个绿色的执政下，独立机关像是党产会、处转会、NCC，
我们明确的看到已经一一瘫痪了。那换上东厂外衣，沦为所谓大家所说的政治打手，本席实在反对中选会哦，再度的沦落为执政党的选举机器。其实我们不认为一个从政以来一直就是绿皮绿骨的政治人物呢，可以因为注销党籍就摇身一变，跟小叮当一样哦，摇身一变就可以坚守中立。更何况从县长选举失败，宣称政治生命结束，不再参选公职，到现在获得中选会主委提名，不要忘记啊，才短短的三个月，说变就变，完全不怕法夹弯翻车，更是政治诚信荡然无存啊！各位，我们反对作为民主选举最重要的裁判的机关中选会，也沦为执政党政治筹用的工具。同样，我们更反对任命李进勇打破二十年来中选会五任专任主委，都是用无党籍哦，各位无党籍的优良传统惯例。如果中选会的主委今天非李进勇不可，那我们也可以预见中选会未来就是四个字：非死不可。未来中选会将不可能坚守中立，也不可以独立行使职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呼吁李进勇，请知所进退啊！也期盼行政院哦可以收回这项人事案。如果真的要筹拥，以李进勇先生的从政资历，他不当中选会的主委，很多更好、更适合的位置是可以让他做的，可以让他筹拥的。但是呢，我们坚持中选会的主委绝对不应该有一个长期就是扛着民进党大旗一路担任要职的人出任。如果民进党非要如此恣意妄为，人民对选务的信心绝对崩盘崩溃，民主政治的基础也就坍塌了哦。所以我们认为，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任用了李进勇，那我跟你讲，这就是整个就是民主政治崩盘。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的呼吁李进勇，请知所进退；苏贞昌院长，请悬崖勒马啊！真的，民进党莫忘初衷。好、哦，你们每天在大喊的莫忘初衷，醒醒啊！哎，麻烦李进义委员。啊，主席，各位先进，我们现在进行是程序发言。我听到现在，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情跟程序有关。那今天非常清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他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跟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院长提名，经过立法院的同意。那这一件在院会通过以后，交付我们内政委员会审查，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审查，就是程序。那至于你赞不赞成这个人，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意见，那你就在审查的时候说嘛。那你最后还可以同意权投票嘛？同意权并没有说只有民进党可以投票，国民党不能投票啊。同意权你都可以表达你的意见。所以我这里再要重申，对人选我没有意见，但是今天我们进行这样的程序，这是院会交付给内政委员会的职责，我们就应该负起立法委员该尽的责任，把这个好好审查。那好好审查完，你同意权要不要投同意，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哦，这个委员必须怎么样？必须独立行使职权，并且退出政党活动。这里并没有规定委员必须没有党籍啊。所以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他告诉你说退出政党活动。那李进勇先生，我的了解是到目前为止，哦，他已经注销民进党的党籍。那这个我等一下质询的时候，我也会问他，哦。那所以这个非常清楚，组织法怎么规定，他就怎么做。那组织法的规定是什么？组织法的规定就是退出政党活动，并不是组织法规定说不可以有党籍。无党联盟也是党啊，无党联盟在立法院也有党团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内政委员会该做的是什么事？院会交付我们这样的责任，我们就应该担起立法委员该尽的责任，我们来行使同意权。那行使同意权之前，就由内政委员会来审查，这个就是我们该做的事。刚刚柯志恩委员还提醒说，第八届的张琼林委员啊，曾经有这个什么
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很抱歉，柯志恩委员当时不在场，我就在内政委员会，我就负责审查张琼林，我就是问他，那你有没有隐匿资料？他是隐匿资料以后才被退回，然后行政院补件重新补来以后，同样通过同意权啊，他现在也在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啊，所以把历史搞清楚，把任务搞清楚，现在内政委员会今天该做的就是什么？该做的就是院会交付内政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我们进行同意权的审查，如此而已。至于你赞不赞成，你同不同意，你喜不喜欢这个人，那是你家的事情，请不要耽误我们这样的立政的程序，我们还是照议事规则来，这样才能发挥立法院监督的职责。谢谢。我们请黄昭顺委员。主席，我实在是听不下去的，这个不是你家的事，这个是我们中华民国2020要选总统大选非常重要的事，民进党吃相难看，民进党吃相难看，摆明了把中选会变成助选会。我们从苏贞昌的张手升到 独立机关里面，上一次是 NCC， 把 NCC 弄得脏兮兮，现在中选会变成仇庸。中选会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多年来中选会的主委绝对不会有党职。我们看看张博雅，我们看的几位，什么刘益周等等，什么时候会弄出一个民进党过去的副秘书长？你们去挑一个好一点的来嘛！你们去挑一个好一点的来嘛！至少让大家的眼睛稍微看清楚一点。今天大家刚才讲说这不是程序问题，本席正式提出我们这个会开不下去，我们就停止开会，把李进勇退回去，请苏贞昌重新再提名，让大家看得出来还稍微有一点公正的人送过来，可以吗？我们看看苏贞昌，我们看看李进勇。李进勇在败选的时候，他成立了正职办公室以及小英引领联合办公室，说第一个说是要延续民众的服务，第二个说要挺蔡连任之用，说要凝聚群众的力量，在2020大选维护台湾民主价值。我要请问大家，如果说他当时成立这个办公室的目的就是为了小英要选举啊，这摆明了，摆明了就是护航嘛，就是仇庸嘛，摆明了就是要在做票嘛。民进党吃相真的很难看，中选会的主委何其位置何其崇高，他是要在做整个选务工作当中的重要裁判，是一个重要的裁判，但是现在他选后就已经成立了那两个办公室，摆明了就是为了蔡英文要选举。哎，你们还听得下去吗？这样的人士你们拿出来要干什么？且今天中选会的主委是李进勇，我要问，明天苏贞昌你 NCC 送出来的又是谁？独立机关根本张主席，你是不是听我讲无？无你听啊，佮讲我无你讲，按照程序讲、哦。我拢有你听你讲。我拢有你听你讲。我的程序就是。你讲的我拢有你听，我注意你的时间要搞，我拢有你听。不是，主席，你的形象还不错。不要被总召，所以我都照着程序走，我都照着程序走。跟刘委员哈、受他们影响而影响的你的在外界对你的评价。放心，放心，我都照程序走。真的不要影响了你们的评价，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再问，还是要再问。今天你送李进勇到中选会来，明天你会送谁
到 NCC， 我们独立机关的精神全部都死光了嘛，独立机关的精神全部都死光了嘛，摆明了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就是要作弊嘛，我不作弊就不会选举嘛，不作弊不用所有的游戏规则来改变一切，你们就不会选举嘛，吃相难看，吃相难看，所以我本席再提出来，请退回李进友，请主席退回这个案子，让我们2020总统大选有一个公平选举的机会，让我们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们又改了许多的游戏规则，然后让我们大家无所适从。拜托主席退回李进友，拜托主席退回李进友，这是程序问题哦。好，拜托主席退回李进友，这样可以吗？我还可以再讲吗？他要等了，他要等了。不要，要不要退伙？要尊重所有的委员，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好，郑运鹏委员，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不，这好，我也已有告诉也，何志伟委员，好，那我们程序发言哈。有登记的有所有的人都已经发言完毕哈，那我们呢哈，现在了哈，我们还是先照程序啊，咖啡都来了哈，我们先请那个李秘书长报告，好，好，嘿，我们先请李孟燕秘书长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贵委员会举行本会期第一次的联席会议，那审查本院所提名的李进友先生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为主任委员之同意案。那本人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仅就本次中选会委员并为主任委员提名作业报告如下哈。一，有关法令依据的部分，依照中选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那么本委员会要置委员9人到11人，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特任，对外代表本会。那么委员出缺时，那么行政院长应该3个月内依照前项的程序补提人选，其继任委员的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那本会委员应遴选具有法政相关学士经验公正人士来担任，委员中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3，在第五项。那本会委员除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外，均为无几职。第二，递补遗缺及任期，那中选会陈前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应前，他是在2017年12月3日辞职生效。那本院依照前开的规定提名委员，并为主任委员李进友，任期是到2110年11月3日为止。那第三，本次中选会委员并为主任委员的提名的原则，那本院对于新任委员并为主任委员的提名，系照依照中选会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来说明如下哈。一，他要具有丰富的专业学识以及实务经验。依照中选会组织法第三条第四项规定，该会委员应遴选具有法政相关学识经验之公正人士来担任。那本次中选会委员的提名，经本院就相关领域遴选具法政相关学识优秀人才，符合该会组织法之规定。二，同一党籍不超过委员总数的1/3。那依照中选会组织法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委员中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3。那本次提名人李进友先生为无党籍，任命后中选会委员既有民进党籍1人、无党籍10人，
符合上开同一党籍规定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三分之一的规定。另外，李进勇先生也没有双重国籍或者是外国的永久居留权。第四，本次中选会委员主任委员被提名人的主要经历，那李进勇先生专长在法律行政，曾经任台湾花莲宜兰台中地方法院的法官、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军法审判官、职业律师、贵院第二届及第三届的立法委员、基隆市第十三届市长、内政部政务次长、法务部政务次长、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及云林县第十七届县长等职务。最后，本次中选会新任委员及主任委员提名，经过本院就相关的专长遴选优秀人才，提名李进勇先生，那是具有法政相关丰富领域的专业学识及实务经验，学养绩优，敬请贵院予以支持。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报告人，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谢谢大家。好，好，那个我们谢谢秘书长哈。好，那我们现在来，不啦，哎，卖给我炸掉，哎，哎呀，卖给我炸去，哎呀，哎呀，不然我要讲话没人看得到，你好，卖给我炸。好，来，我哦，各位委员，好，我们是不是先休息啊？好，让哈，好，我们先休息，然后呢，啊，让我们这些官员呢，也可以先回去休息，然后我们要开会再说，好不好？我们先休息，各位有没有意见？好，好，我们好，各位官员就先请回，啊，我们休息，好，好，议事人委员也先休息，请回，好，好，我们就先这样哈。还没有退席的本院委员以及我们在座的官员，我告诉各位，李进勇在民国七十四年一月三十一号指示他的书记官做伪造文书的不实登载记载，而当事者刚好出国，所以这个案子被台中调查站移送我们台中地检署起诉在案，所以这就是李进勇不适格的原因。各位，你们敢在护航，你们就跟他沆瀣一气，就是护航这种会做伪造文书意图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这样的人，这个人不适格。各位委员同仁，民进党的委员同仁，千万不要再护航，护航你就跟他一样的脏手。